用心。好，那么今天来到这里，又跟大家研究太极拳，又正碰到的，今天是爷爷给你的好日子。好，丁哥，我们的武器侠已经开了六把，恭喜你们开始上演。好，短短的时间，那么开了六把。有五十多位，恭喜你们！更高兴的是看到我们有新的同学，可以带班，可以带团队，很好，真的很好，太高兴了。还有看到各位同学打到中规中矩，那么也是我们最希望他们很不错哦，大家很不错，是吧？那么这个环节是问答，每一次在问答，我相信很多同学不见过面，都熟悉，可能还是一些新同学。后面，但是呢，大家刚才看了大家练习的都很好，都很认真。那么希望大家再接再厉，更努力点。好，谢谢谢。到尾来讲，这个环节就是说的简单。好，希望你们，希望大家练了以后呢，怎么样？练了这么久，那么第一功课，好，那就看到大家发表了。这个我们看一下，记住不？好，这个里面很详细。什么呢？有口令，对不对？有材料，有药，对吧？口令、材料、药都在里面。但是呢，在这个学习的初期呢，或者中期呢，这本书都够用了，够用。那么希望大家常常要看温故知新，每年看这本书的感觉都会有新的发现，新的因为怎么样？因为我们学习的时候呢，是已经走入我们这个学习的这个课程里面，对他有认识，所以呢就越来越了解。记得大家呢要温故知新。温故知新的意思是什么？虽然学过了自己认为会了，但是呢还是要去研究它，研究到怎么样更加彻底，更加彻底。那么手能生巧，巧产生变化，那么就可以发现新的东西了。因为越说越能够发现这个新的东西，所以呢，里面很重要。口令就是怎样的带领我们的心法，在练我们的内功。那么个个都想要发现除了健康，那么它一定有条路走的。那么口令呢，就是那条路
吧？有头从上脚，有脚从上头。啊，大家考虑不是吗？开始精神放松，就是心放松，就是精神。那么从头开始，一个手中到肩膀，大家听到了？好，这个精神放松，从放松，对，放松，紧放松，肩手放松，对不对？练到肩手放松应该怎样呢？那么好了，他练到肩手不是一只手哦，他变成两只手，我手不放松。好，两只手不是放松的时候呢，更加不要忘记怎样？还有啊，底下啊，胸背放松，为什么胸背怎么怎样？背放松，胸肩放松。腰花不用放松，明白吗？头这里放松了，胸肌放松了，要松。那同时，啊，又往下收，收，哦，到了脖子，到了背部，两个花松，两个大腿收，好、哦，两个膝盖，两个小腿，两个脚腕，两个手，那么，记得就是我们用跑步。好了，停停，为什么要停停？是短话，短话是什么停？动作停，意念不停，意念转上来，意念回来，意念。
一收钱收，明白吗？不分先后，编的过程，大家差一点放心。编的过程是，一想到新书跟精神书，全身每一个细胞都说，明白？记得了不？推到你转回头打到他，
是不是自作自受？哦，你因为你的果道，你的因造成你的果，自是其果。很简单啊，这样简单的道理，太容易了，很容易那个化解的啊。得，怎么样？要抓紧，用力，用心，用心去做。好，什么都讲心啊，大家来看，心要素第一。好，这就是哦。恭喜你们啦！但是我看你们的入我不到哦，恭喜，都对了嘛，很优秀。你的行为你要收不收？哦，你就看不住，就看你自己哦，好对吧？要收啊，收的时候静静想里面的东西。记得刚才你对我的印刷，明白吗？那么我就把你们为什么要问你们念庄，好，念佛念庄的感受是什么，明白吗？怎样去念，好，告诉你们，希望呢我能够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，来帮助你们，好，只要你们用心的，你就清楚了。OK， 当然了，练生生佛法也是一样，一样的啊。如果有同龄的也是一样，更想怎么样带动你的那个进入，尤其是把你的身体的关键。韧带跟筋络练熟，好，记得我们就用终身法来，我在这里讲到的是终身无法，就是我们的内功，不是我们刚讲的，不是认识运动，很多人不注重终身无法，乱练一下，他讲哦，我明白，不是我明白，是我们的内功不要看小的。练轮圆桩，练终身化就可以发劲了。如果练练好，一样的东西，家是不是动作呢？终身化还是动作，一样。各家各门各派的太极拳都是动作。他通过这样的动作要达成这样的目的。现在呢，我们总是研究了几十年的武功，六十年，七十几年，啊，二十多岁的练了，然后教了六十多年的功夫，把今天读书。好，把最好的东西让大家分享，希望大家呢能够顺畅，然后长得到身体又好，又可以有功力，啊，有活的，可以养生滋味，可以怎么样？养生滋味，记得，那很重要喽，好吧？再来讲。刚才不是讲到出生的妈妈啊，我们就借用这个出生的爸来练手，记得吧？所以现在初步的动作大家都做了，哦，那想问这样简单的动作怎样去进步呢？明白吗？我每次来我打扮一下问你爸爸，好，对不对？但是没有人要问你，没有人要问，但是就很快就很快我们糟糕了，明白吗？
把玉米大给我们烧着，所以没办法。之前我就跟大家再讲一下，好，我们就假借这个松生土话。刚才我们是里面的动物，动作很小。好了，松生土话动作就大了。啊，要很有力把劲，肩、手还有。有转左，有转右，有雅有俗，明白吗？每样都有变化，对不对？这一晚上就是又起来，又转左，又转右，明白吗？又有上，又有下，上下就是发劲啊，练弹性，练伸缩。好，下就是舒，上就是伸。塑胶架，好，一拉长，一缩就弹了，很简单。跟着你的身体会拉长，一缩，好像蛇架，知道吗？蛇没有脚，没有手，不会发力。对呀、啊，蛇一紧一松，这样子就跑掉。我讲过好几次，好，好，所以我们通过。松身土话，去练这些关键，练到大松，练到大很松很松，而且身体很定，看到吗？很定，不要不用张弛嘛，啊，记得。所以转的时候啊，看，如果划船，练划，一直练划，一直练划。一直划，一直练，一直练。开始你们练划啊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很成功，知道吗？怎么样练到进步呢？啊，开始练这样，马步轻轻的走，马步松下，中间就少，双手松下，动作比较大，比较快。比如讲啊，啊，比如讲下去，去。下来转一二一两，那么动作很焦啊大，那么我们要把所有的动作把它化成很细很细，因为我们在之前是大到没有边，细到没有边，是很细细。很优秀的一种动作，是由维生素的一种资讯。记得，如果讲这种，大家都能明白。好，那么用什么方法来把它练得更好呢？好，上次我还讲过，我们在练这些动作的时候，怎么样练呢？我们要静下来，要慢，要很细。要很长，然后四个字静慢细长，然后再过来是什么？收，要收，要圆，要稳，要圆。用这八个字，静是什么？很静，很静，静下来。进到针掉在地上，进这些针是吗？针进，为什么要进？进下来不是叫你睡觉，进下来要正面。我们正面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口令。进下来想。再不可以想任何东西啊，一心一意头放松，那个放松，心放松。
坚守防守，记得吗？记得。骂子去哪？如果你家黄春山松下来，看到我，看到我的话，那么不叫骂，明白吗？黄春山松下来，我收。
机，手机，哪部手机啊？我的部部真的部，你看一动啊，现在讲的，我动的时候有没有头先跑？我动的时候有没有屁股先跑？你看我动的时候是不是很稳定？好像一座山这样动。明白吗？再做过来。好，好。如果你上步开始现在这样，你上步拿不起手，就不稳了。明白吗？记住，很简单，讲完了让回去。有人就怎么样？有人就叫马步起，不仔细再讲，马步起，手起。马步数下，一、二、一就不稳，不匀了，匀称，不平均，记得吗？很多啊，下马步起，手起，马步数下，看到吗？匀，如果马步数下不匀。好，看到了吗？收下的时候是这样，马步起，手起，马步手下，抓，看哪，收下，有，你看我。完了啊！对，说，注意啊，看啊，没起。
搞什么鬼哦！来了，
对，去一个他不是看啊，满足麻烦就是这样啊。你看，说下去，那是走进里面，叫做寒心寒进里面，进里面，进里面，整个修复进里面，一进完。真的偶像，有没有偶像哦？如果你让他亲自送他偶像，被有人气成单元啊，他这么严重，不搞会发偶像，真的，所以这个东西小心啊，小心哦！你不能，你的偶像，哇，张钟生，老实讲，开玩笑。真的不用开玩笑，你看我是这样，寒地里面，老菩萨手术，直接来摸一下，是你的，摸了几天，我是大男人，男男女女摸了我摸，开玩笑，摸到我衣服都忘了，不是，我没有发现，发现，我是发现，你这样摸这样手。断了手脚，对不起，老婆还是不是我就是，哎，家还是大的。好，我看到你很勤劳做工的。OK， 老师，我们的这个问话题，这环节呢也是结束了。结束了，好，谢谢。下一个我们结束之前呢，要有朋友告诉说，明天早上有参与这个咨询团呢，我们明天七点半就要准时到会所。OK， 会所不是这里的，会所。七点半。OK， 啊，好，那么呢，也感谢大家听过这么多的老师讲的那种啊，昆明鸡啊，昆明鸡啊，什么鸡啊，那么呢，最重要就是我讲的，没这么念，又念到那个手都抖。好了，现在呢，再看后面，后面呢，我们准备了那个自助餐，餐点了啊。